都是照片惹的祸，和盛名为澄清绯闻现场征婚。拍照对演艺圈的明星来说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不过如果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拍出来照片，可就看过去不那么正常了。最近和盛名与一个神秘女孩甜蜜逛街并同喝一杯饮料的照片在网上引起关注，难道一直在镜头前表示自己还是单身的和盛名悄无声息的竟然脱光了？你信吗？真的你相信吗？有点信。哎呀，那真的我觉得挺无聊的，真的。如果有一天我跟你们说，我真的会告诉你们。对，尽管对着镜头澄清该女子只是朋友关系，不过37岁的何盛名到现在还是单身一人，很不符合最近明星扎堆组团表白的节奏。意识到自己拖后腿的何盛名也是赶紧借机会向外界征婚。不这样吧，我征个婚吧，你们帮我介绍一下哈，究竟谁是这个王的女人。